祖玛那也在疫情指挥中心的巴西达在等当年的大难想要土地土木垃圾外土皮土丁乌里玛达在那发现巴托克都在让 COVID-19 进来爱伊又在我那一家什么诺都在那里也哈给他爱在那里乌木垃圾土能不丁乌里玛达在能一地进来巴卡吉利维达在萨斯马根顿在巴塞亚那哈亚巴斯巴托哈给他阿诺爱他地Patrick Yunani Kalasukita Matrick Jinasmanu。 原住民族大概有一个健康的一个平均余命的一个差距，所以希望说他们的年龄可以从75岁可以降到65岁。要往你巴布拉那阿姆里卡上海基本都找伊有十八多克指挥中心的上阿多地，找往你八多克巴西的乌嫩布拉兰亚丁乌里玛上阿多地都找法克安，巴卡吉的找哈克丹达埃找卡能亚那伊吉，亚哈克达找纳尼达萨纳穆吉的皮图布丁乌里玛达萨瓦纳尼乌玛纳纳都乌嫩布丁乌里玛达萨万祖玛纳萨卡西瓦吉纳埃找巴多克安都找乌嫩布丁乌里玛吉纳埃法克安找哈克达阿诺。Ulima fatinya ulima tasau na ai za ona mrajo tu za om da da qit tu za patokekan tu rara sa uli waji uli hasmano usawa ma pakangi tu izipna haqita na yao mai pa za o simta talin za o nang ipa tu za o na izipna haqit 原乡的医疗量呢是相当不足的，这是它的第一个特性，所以我们才会一直赶快呼吁我们的原住民族健康法要赶快出来。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原乡环境的特性，因为我们的社区可能是大家的互动比较频繁。例如，地层因巴沙诺都在哦，当然那的当 COVID-19 进来，爱巴达爱拉扎那扎沙子马根在哦，你就他发现爱在哦，阿诺没有卡住跟他巴托克都有发现，忙啊要木曼那在爱拉那斯。其实现在死亡率会高，都是因为有慢性病，感染，然后变成有这个并发其他的病症啊。所以我想让这些人先优先施打疫苗的话，会比较减少这个死亡率、重症的发生。沙子马根都是奥尼乌玛纳纳，都达萨纳瓦克安埃扎奥利维的孔吉斯马诺，那扎奥帕达马斯那扎奥辛达林埃达，好姆纳莫亚扎奥哈亚达姆拉族巴托克图伊奥，麦卡能伊巴亚扎奥马兹文埃伊吉。我们2300万的人口打两剂的话呢，你最起码达到70%-80%，最起码要有3200万剂了。距离这个现在已经只有200多万剂，还差很多。所以我们当然会加强，我们说政府应该要赶快去那个跟国外去拿疫苗。让达乌里玛布拉兰扎奥哈给达埃扎奥长照联盟协会及南埃沙海南东乌斯埃巴格拉关斯马诺杜扎奥哈亚达卡能伊西乌南达萨乌纳扎奥哈给扎奥巴托克杜伊奥那要能伊巴杜伊吉纳哈给达那扎奥苏巴卡纳蒂托尼乌曼纳纳尼亚扎奥巴扎斯纳延扎奥蒙扎奥巴萨诺卡亚萨达瓦给达哈给达阿努巴托克杜伊奥纳尼麦巴阿祖比干吉纳埃伊奥扎奥麦尤能伊杜伊吉。因为这个新兴疾病它其实会不断的来，那新冠肺炎也可能会流感化，那以后如果不管是国内的疫苗或是这个国际的这个疫苗，其实如果我们能够趁这一次有很好的这些科学的这样子的一个统计，未来都是在施打疫苗上面都是很好的这种基础的参考资料。祖玛那亚扎奥巴扎斯那延扎奥蒙扎奥乌萨巴卡吉达扎奥伊乌玛扎奥巴巴莫图哈根卡能伊哈亚达赫夫图扎纳达姆埃扎奥麦巴辛塔塔林图达哈奥卡能伊纳达扎奥达姆奈拉纳萨奥提胡尤斯马努埃。